犹太的法利赛人以摩西的律法来定耶稣的罪，他们不寻求与耶稣如何相合，而是认真地对待每一句律法，以至于他们最终以耶稣不守律法不是弥赛亚为罪名，而将本来无罪的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他们的本质是什么？他们的本质是什么？不就是他们并不寻求与真理相合之道吗？他们只留心经文的，留心经文的字字句句，并不在意神的心意与神的做工步骤和做工方式。他们并不是寻求真理的人，而是死守字句的人。他们不是相信神的人，是相信圣经的人，他们都是圣经的看家奴。为了维护圣经的利益与尊严，为了维护圣经的名望，他们竟然将仁慈的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他们这样做只是为圣经，为圣经打抱不平，只是为了维护圣经的字字句句在人心中的地位。他们宁可断送自己的前途，宁可得不到赎罪金，也要将于经文的规定不合的耶稣处死。难道他们不都是每一句经文每一句经文的走狗吗？